需要做校园修复、市政义有增能，还有公民投票教育等等这些部分，那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那我们其实呢想做的非常的多，有非常大的一个位哦，可是我们也要想要我们可以怎么做。所以目前我们发现我们想做的有失业人权日教材包的一个推广，那再来就是说本来我们可能是要做内涵的一个宣导真的，事实上我们可以做到的是我们还可以拓展出去做网络平台，那我们也因为希望能够拓展出去让很多人知道，所以我们还有做一个携带指南，随时可以携带，这个时候大家知道是内涵什么样的内容，随时你就可以拿来运用。好，那在我们能做到的还有比如说教案的审查跟修改，本来只是一个事例，可是我们发现之前九年一贯下来有很多事例可以运用，可以怎样修改，那在这样的基础之下我们可以怎么样再发挥，再去一个做一个推展，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有一些审查跟修改的部分。好，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大菩提有很多主题的增能，那大家可以更了解说我们在人群部分我们可以怎样的推动，那还有委员成长活动还有年度研讨会等等的，会把许多我们可以做的人权的一个主题放进来，同时也把森林国家需要做的事情放进来，这个是我们做到的，可以让它做得更好。那在这部分其实我们还想做更多，好，比如说刚刚讲到说有甚至内涵的一个说明，还有网络平台还有期待指南，可是我们更希望能够做的纸本，甚至呢还有共备的平台，大家可以一起进来一起修，然后一起对话，不过对话可以让它做得更好，可以拓展出去。那再来就是说世界人权日的部分，其实我们都有在鬼做得很好，可是我们希望它再做得更好，所以在一个网络一个平台部分一个成果回报部分，我们把它做得要更加的完善。那再来就是说其实我们想做的事情无非就是希望人权就让更多人可以看见，所以也许我们可以一个短片的一个拍摄一个宣导的部分，还有一些客制化公开课的部分，把人权国教可以落实，同时也让大家知道可以怎么样来做把人权教育能够带得更好。好了，还有弹性课程，其实我们一直在想说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契机，除了我们可以做之外，我们事实上可以先设计好什么样的弹性课程，那各个县市团要开始运用的时候，学校端要来运用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参考方式，这是我们未来想要做的，这目的是希望大家就是让人权教育能够拓展出去，大家可以更了解。谢谢。好，谢谢人权组的一个分享。